好，我是 Holly YouTube 的合作伙伴经理。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个竞赛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，然后加上利用 YouTube 去宣传台湾各种不同的样貌，我觉得给大家建议就是真的要做好很多很多的 study 跟 research， 才可以好好的把台湾的精神文化还有特点透过这次的比赛展现出来。想要制作可以爆红甚至受到迅速欢迎的影片啊，我觉得有点像今天分享的，就是你要做跟时事相关的内容，或是跟你想要沟通的观众有关联的内容，还有有学习价值的内容。所以我相信台湾有非常多非常多好的话题啊，像是最近的时事、好玩的景点、好吃的食物，甚至各国观光客来都想要一尝究竟的这些景点啊，这些好吃的美食等等，都是你可以发挥的题材哦。大家加油！